其實火電股都是近呢個禮拜的焦點啦，特別去到星期四、星期五嗰段時間升到火紅火熱，很多人會問：喂，買唔買啊？等等啦。我哋睇到市場上面就開始連啲散户都知道，就係講緊喂好多喂中國電力呢啲有新能源喎，咁有新能源咁啊點解唔買？係咪你睇漏？你哋冇睇財報？有啲人甚至同我講話你冇睇財報，咁所以。其實老實講，財報不嬲都知佢哋有新能源嘅，五年前已經有新能源。個問題就係、我哋成日都講，係咪升起上嚟嘅時候，你就要用揾啲藉口，你去告追，令你說服得舒服啲。其實我哋已經睇到消息出到嚟，就係講緊啲火電價格提升啊，將個股值咪向上 mark up 翻。但問題就係反映咗好大部分，短線你要驚就係衝高回落呢樣嘢。而家新能源呢啲股份面對住個問題就係講緊，誒佢哋係有新能源冇，但係佢哋個股值比啲新能源股，你啱啱提及到嗰啲大唐新能源啊、新天綠能源仲更加之貴添。咁所以個問題就嚟到就係講緊。會不會開始好消息出貨，即係當火電價格 confirm 咗上調啦，很多大行開始投的時候，我哋見到真係有個衝高回落的情況。短線我會建議小心啲咯，呢啲股份啊。係咯，邊幾隻股份拎特別要小心？二三八零頭先主要講緊係，主要係講緊呢都係傳統做火電嘅，因為講緊近期升得好急，我哋睇到好多係可能講有咩興能啦，又講緊咩新能源等等啦。其實我得出個結論，可能真係見到我比較 surprise 嘅，喺星期五嗰段時間。真係講緊個火電價格可以上調翻，有啲地方上面，咁呢個對佢嚟講個估值係有好大嘅幫助。但其實兩三個月前，一個月前啦，市場已經傳過話火電價格係上調嘅。我時嗰陣時唔信嘅啫 ，miss 咗又 miss 咗。我哋有陣時話，當 miss 咗嘅時候再睇翻嘅時候，你要諗翻個基本因素係咪真係配合翻？如果你用新能源。咁你，我覺得你不如去買翻啲新能源股份先啦。咁如果你覺得火電價格上調，佢嘅估值能夠上調，其實你諗翻啲大行睇啲目標價開始近嘅啦。係，邊箱冇太大直播率喺度，咁我覺得等個股價冷靜翻，唔好再大上大落，你先至去出手。但係咧，傳統電力股。咁始終都唔喺入邊碳中和嗰、那個，我又覺得唔喺個概念入邊嘅。咁我覺得就升咗咁急呢啲位置，我就覺得維持個觀望態度先。我寧願食唔到個升浪，高個食唔到個升浪之後走去食個跌浪。係，簡單啲嘅角度就係咁。係咯，即係高追或者係啦，追入嘅時候可能都要控制注碼或者即係睇緊啲啦。好。